刘芳村讲师 underscore 楞严经 underscore 第一片 underscore 台南同义工 underscore 100年11月19日。感谢各位前贤们提供文字档，文字仅供参考，若有错误，要以刘讲师讲课原因为主。各位点传师，各位讲师，各位坛主，各位前贤，大家好。后学沾道天恩师德老前人，前人大德，以及感谢各位前贤给后学机会学讲。今天是一个新的开始，讲楞严经。后学本来准备讲维摩诘经，各位有听过吗？因为楞严经大概也要1年的时间才讲得完，1年讲完以后，假如后学还在的话，我们就讲维摩诘经。因为维摩诘是在家居士帮助释迦牟尼佛来度化娑婆世界的众生。维摩诘是东方琉璃世界的日密菩萨，到娑婆世界来帮助释迦牟尼佛大转法轮，所以角度不同。我们今天要讲的楞严经是释迦牟尼佛所讲的性理心法，全部都是阐扬我们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。所以在佛教的显教部分，他都没有讲说楞严经是属于密教部。佛教的教法有两种，一种是显教，显明的来教；一种是密教，不给知道是什么原因，叫你怎么做，你就按照他怎么做就可以了。楞严经这部经是属于密教部，在大藏经里面的第19册，密教部可以找到楞严经。后学早期在后天庙的时候有看过这部经，而且也深入其中研究，知道这部经对我们的帮助非常的话，所以也非常有心把它阐扬。因为我们大部分都没有去接近手楞严经，所以对楞严经的认识都不深，后学会慢慢讲，让各位了解为主要，所以只要我们能够静得下心来，绝对会明心见性。后学也是期望各位都能够成佛，而楞严经里面对我们帮助非常大。我们稍微把楞严经的背景先了解一下。在西元502年达摩祖师把道传来中国，在我们还没有很发达的时候，天台宗有一位创天台的智者大师，智者大师创建止观修持法门，各位有听过吗？止观的修持方法，止等于停止，停止我们的妄想杂念，观等于关照我们的佛性。所以止观跟楞严经有点相类似，所以智者大师就向西方拜求能够见到这部楞严经，但经过18年，楞严经还没有办法传到中国来。当楞严经传到中国来翻译的时候，已经是西元700年，那时候刚好武则天与中宗皇帝在位，那时已经是六祖的晚年，六祖西元714年归空，而楞严经在六祖归空之前开始翻译，离智者大师归空的时间已经100多年。所以要见到殊胜的经典竟然那么不容易。智者大师在西元600年左右，那时候一直希望能够见到这部经，但见不到。我们很幸运竟然可以见到而可以研究。我们有写一张纲要，楞严经的内容，一面是概略，另一面是详说。
后学先把这重要的重点介绍出来。讲义首楞严概略，译成中文曰：一切事究竟坚固。首楞严翻译成中文叫做一切事究竟坚固，一切的事都是究竟，我们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是住在坚固之地，所以一切事究竟坚固就是首楞严。概略则是因为能让我们用越少的文字越能够记忆，所以用很少的文字把里面所有内容讲出来。意味无人现前一念了了分明之心，即具诸佛全体代用。我们人显现在眼前那一念，这一念我们了了分明，就是能够觉。那个觉了之心，即具诸佛全体代用，就是显现在我们眼前有了了分明的觉了之心，像我们坐在这里，周遭很多人面孔都不一样，而我们都看得很清晰，那个就是觉了，我们都能够觉了，而且整个周遭的环境也都能够很清楚显现。那么这一种觉了之心已经具备诸佛的全体代用，跟所有的佛一样，可是我们都不知道，不知道我们现前一念有这么殊胜的效果呈现。只因缠诸幻妄，隐而不彰。只因为我们众生缠绕很多的幻跟妄，就是被这些不真实的缠绕。然后我们那个觉了了了分明的真心，隐而不彰，隐藏起来不彰显。要知道是我们自己不用，并不是没有，而是隐藏起来，故谓如来密因。就因为这个样子，所以就变成秘密的原因。之前我们已经讲两年了，都在讲我们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，都是要各位能够在日常生活之中体现体会呈现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，它一定可以呈现，只要我们万缘放下一念不生，那个所呈现的就是真心，就是佛性本体，各位不要怀疑。十方诸佛咸依此心，若修若证，咸等于全部，全部都依照这个心，在修在正都按照这个觉了之心，觉了之心没有过去，没有未来，没有现在，我们都一直在讲，只要我们没有三心就没有四相，当没有三心四相，所呈现的就是佛性全体，佛性的全体整个都呈现。而我们很不容易做到没有三心，我们都会想过去，都会策划未来，把握现在，这样的话，那是我们有形有相的身体要用，佛性不用的，佛性不用记起过去，也不用策划未来，也不用把握现在，就现前一念，这一念就已经是佛了。因为我们有三心就被三世摄受，过去世、现在世、未来世都把我们吸住、摄受，知道吗？就是把我们都搅在他们里面，既然被三世摄受，我们就一定六道轮回，就有过去、有未来、有现在，就在六道轮回里面。假如我们没有三心四相，三世摄受我们不住，那我们所呈现的全部都是佛性全体代用，全部都可以呈现出来，所以我们要努力朝这个方向彻底无疑，故为了义。没有怀疑我们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，
故谓就近了意。了意等于已经到顶点了，就近了，在过去没有了，就叫了意。而不了意，就是还有过程，过程里面我们还在经过，还没有到达目标。了意是已经到达目标了，到家了，很安稳了。此妙明真心，性净明体，原无垢染。我们的真心因为是无形无相，你要把真心染污就染不得。像我们拿油漆来漆天空，油漆得住吗？不住。而我们佛性也就是这个真理，因为无形相，你要把佛性染污染不得。那我们现在为什么有脾气毛病？那是我们的习性。要了解佛性、秉性、习性，佛性是大家都有，秉性是落入凡尘有形有相，受气秉之限制。习性是我们自己养成的习惯性，而习惯性都会不知不觉，不知道自己错在哪里，也不知道自己做对是对在哪里，所以都没有清醒的头脑。而我们现在研究真理，就是要恢复到清白无染无垢的佛性，能够回到佛性就恢复本来，恢复本来以后，我们就可以跟南极老仙翁站在一起来看整个大地的混沌，整个圆会的开始跟圆会的结束。我们都没有看过吗？南极老仙翁已经看七次了，第八次的时候，希望我们都在南极老仙翁身边，跟南极老仙翁一起来看大地的混沌。我们佛性因为没有形相，所以不生也不灭，永续都存在，永远千亿万年都存在。所以在谢谢你中，活佛老师都把他吐露消息，深信我们人生可以留下累劫累世的记忆。我们有没有记忆呢？有，有哇。那很不错哦，都能够有记忆。累劫等于缘会，累世等于六道轮回。我们在所有缘会，所有六道轮回里面，我们是在苦海里面审逆，我们都在苦海漂浮，所以我们要脱离这个苦海，要自己精进，要自己认清因果。因果很厉害，我们修道最重要就是要相信因果。所以我们佛性本体是没有形相，不会染到污垢。但除妄执，本自圆成，故曰一切事究竟坚固。只要我们除掉妄执，妄等于不真，虽然有形相显现，虽然有事情，可是那个很快就过去了，那个都是假的，那个叫妄执着。我们是铁板一块，各位前贤，我们承不承认自己是铁板一块？很难改哦，很难发现我们不对的地方。要了解，既然发现了，我们就要用坚心、恒心去把它改变。所以只要除掉妄执，我们的佛性本自圆成，圆满的呈现，我们每一个人都有，都一样的，都是佛，所以叫一切事究竟坚固。首楞严详说，详细的来说明首楞严。为一切事尽，首楞严叫做一切事尽，尽就是 end。当电影演完了，最后三个字是 end， 尽就是完了，究竟不可得，全是缘聚则生，缘散即灭。所有的事情，所有的形象，我们要拥抱它，
都拥抱不住，所以究竟不可得。全部都是缘聚则生，缘散就灭，凡尘的万象万事都是这样，都是缘聚就呈现，缘散就没有了。众生眼前虚幻现象，在我们眼前显现出来，我们都把它当成真的，它是虚幻假的，不真实，全不真实，全部都不真实。而众生迷惑在此现象中，都迷惑，都不知道它变化无常。从五蕴，五蕴等于色受想行识，色等于我们的身体，受想行识等于我们的精神。释迦牟尼佛都要我们在生活之中不要蕴积五蕴，我们蕴积五蕴，那一定会在凡尘现象，这一个身没了，又换另外一个身呈现在凡尘，所以要我们都不要蕴积，五蕴是假的，我们身体是假的，受想行识也是假的，全部都是假的，都不真。要知道我们会造业的最大原因就是受我们对凡尘给我们的感受，不知道它是假的，而把它当成真，所以造了很多业让我们来受苦。六入，六等于眼耳鼻舌身意，六尘等于色身香味触法。六入有时候是根入尘，有时候是尘入根，六个进入。当根入尘的话，眼根看所有形相，这叫根入色尘。尘入根的话，就是我们没有心，不去注重外相，可是外相自己跑进来，那叫尘入根。了解吗？再说一次，有时候我们耳朵竖直在听人家讲悄悄话，那叫根入尘，声音就是凡尘的尘相。假如是我们没有心去听外面的声响，可是外面的声响自然跑进来，那叫尘入根。像我们鼻子就是根，外面的气味就是尘。有时候当人家在煮很香的东西，我们闻到了香鸡排、炸猪排，那尘已经入根，尘已经跑到鼻根来了。有时候我们到一个生疏的地方，鼻子一直在闻，看看屋子里面有什么气味，那就是根入尘。这样就很容易了解这个意思。这叫六入，六入也是虚幻不实在，变化无常，都是假的，很快就变化。十二处，十二处就是六根跟六尘加起来，处等于地方所在，眼有眼的地方所在，耳有耳的地方所在，鼻有鼻子的地方所在，舌头有舌头的地方所在。六尘的话，色有色的地方所在，身有身的地方所在，各有各的地方所在，叫做处，有十二个叫十二处，一样也是变化无常，都是假的。十八界就是六根六尘产生六十三六一十八，各有各的界限，眼睛有眼睛的界限，耳朵有耳朵的界限，色有色的界限，身有身的界限，然后我们产生识，识有识的界限。因为我们六根对六尘产生六识，然后做了很多事，所以集合起来就十八层地狱。我们所作所为，假如都随顺着意念而不加以检责，不加以挑选的话，那大概就进入十八层地狱。所以十八界各有各的界限，像眼睛的界限不能侵入到耳朵，眼睛可以听声音吗？所以就知道它的界限分明。
耳朵听声音就没办法看形象，是不是有个的界限？是，七大，七大就是水火风土空见识七个。为什么说大？因为它充塞整个宇宙虚空，水火风土空见识充塞整个宇宙虚空，所以称为大。大就是摩诃，摩诃就是很大，带到整个宇宙虚空全部包含，带到无外，小到无内，就是包含整个虚空。范围很广，从五蕴、六入、十二处、十八界到七大，就包含我们凡尘所有的一切，凡尘所有一切都在这一些名词里面，全皆是假，全部都是假的。为什么说是假？因为它一直在变化，它不会永远不变。所以不是形相没有，不是事情没有，而是形相有，事情有，可是无常变化，它一直在变化，所以说它是假。真的话就不变，不变才叫真，会变都叫假。所以我们不能用假的心来修道，就是不能用变化的心来修道，而要用不变真的心来修。我们万缘放下，一念不生，真的心就呈现，用那个心来修就会成佛。而众生住在此中，我们众生都住在五蕴、六入、十二处、十八界、七大，全部都住在这些形相里面，故有生灭去来，成住坏空。因为我们住在里面，这些五蕴六入十二处十八界七大都有生有灭，有去有来，有成有住有坏有空，都跑不掉这个定律，绝对都在这个里面。所以这些生灭去来成住坏空都是变化无常，来来去去，黑夜去了白天来，白天去了黑夜来，春天去了夏天来，都一直在变化，而我们要它不变可能吗？不可能，一定会变，它自然在变，不变的就是我们不生不灭的真心佛性。它如如不动，而且因为没有形相，所以就不会变，那个才是我们要追求的。种种不坚固之相都是不坚固，它不坚固而一直在变化，而诸佛证悟者已知此等相非因缘，非不因缘，非因缘就是不是因缘，这些现象并不是有一个主宰者在主宰，而是他自己集合在一起就呈现。所以讲，不自生，不他生，不共生，不无因生。了解吗？我们要多听多思索，就会了解到他的真理。他不是因缘，不是说背后有一个人在安排要它怎么样呈现，所以非因缘。非不因缘，就是我们无畏，无畏的背后再接下一句怎么讲？无所不畏，这样就比较容易来了解，非因缘，非不因缘的意思。无畏，就是没有企图心，而是从佛性自然呈现，摩所作为。无畏，可是无畏并不是说都没在做，而是说他什么都做，好像天地无畏，白天黑夜一直转换，那谁在催促？没有一个安排者，他自然呈现，所以非因缘，非不因缘。非不因缘的意思也就是因缘，他也是因缘呈现，就是不住在两边，不住在因缘，不住在非不因缘，非自然，非不自然，非和合，非不和合，就是离开两边，
就进入中道，进入我们佛性的本体。我们时常听到万法皆空，凡尘的万象万事全部都是空，可是后面少讲一句，空性即是佛性，万法皆空了，空性即是佛性。像我们开始讲《道德经》的时候，各位前贤说这比较浅都听得懂，这下糟糕了，讲到《楞严经》好像比较深。会吗？不会，只要我们努力的听，然后努力思索，一定会进入状况，而且会很高兴，法喜充满，我们整个佛性整天都跟我们在一起，很亲切，以正的坚固之理体，即不生不灭佛性本体，我们大概是摸到，但还没有证悟。摸到没？就是万缘放下一念不生，那个时候就已经摸到我们的真心，我们的佛性本体，不要怀疑，那个就是我们要追求的，此本体如来藏妙真如性，这一个本体就是如来藏，如来含藏万象万事，我们众生六道轮回，这个如来藏含藏所有因果善恶的种子。我们要藏什么？我们要藏万象万事，很宽广。假如我们是藏善恶种子，那六道轮回的果报就一直绵延不绝，就脱离不了，都是在受苦。所以我们本身就是如来藏，妙真如性就是我们的佛性，我们佛性本体很奥妙，是真的不假，到达如亦如一切如，一真一切真，真如就是佛性本体，清净本然，它本来就清净，不是经过我们洗涤以后才清净的，周遍法界，能够周遍整个法界，凡尘事毕竟无事相可得，我们凡尘的所有事根相都不可得，要抱都抱不住，它都一直变化，以正的常住坚固之地，能够了解到我们佛性本体的状态，就是已经正的常住坚固之地，是未入首楞严三昧，三昧的中文叫正定。首楞严三昧就是我们佛性本身所具备的正定，一名住常寂光土，礼天，常寂光土是佛教在讲的，有凡圣同居土，方便有余土，十报庄严土，常寂光土。常寂光土就是我们所说的礼天。礼天知道吗？我们都要回去礼天，所以我们要正的常住坚固之地，就已经回到礼天。佛说此经，佛在讲楞严经，发明众生本具之真心，让我们众生都发现，都能够明了我们本身所具备的真心，本身所具备的佛性，和佛本身没有两样，是一样的，跟佛一样，只要放下根、六根、尘、六尘，相对产生的六识、心、意、识，只要我们肯放下六根、六尘相对所产生的六识，六识等于心意识，真心即可呈现，真心即是道，即是佛性本体。所有修道者要在此方向中努力，成道无疑，绝对可以成道。佛在经名中就喻之以佛顶，佛顶就是佛的顶上，佛头的上面，佛不见顶香，是三十二相之一。菩萨用神通跑到虚空往下看，要看佛的头顶，结果看不到佛的头顶。所以佛顶是不见顶香，是三十二相之一，表示此法已是最殊胜的佛法，
这一个首楞严就是最殊胜的佛法，观在所有佛法之上，所有佛法无越于此，不会超越首楞严，而在日常生活之中皆都呈现此法，首楞严都呈现，定要体会，我们一定要体会，亲切无比，实有而不可见，实在有，我们都有首楞严，不可见而决定是有，故欲之以佛顶，要我们不至于见香，至等于阻塞，不要阻塞在见根，不要阻塞在香，也就是不要住香的意思，我们很容易住相。我们众生之所以烦恼，就是因为住相，我们烦不烦恼？都没有，因为都不住相。所以往后烦恼一来，就要想，我住相了，看看我们住在什么行相，把那个行相分析得透彻，以后就会知道我们住的行相究竟不可得，得不到的。既然都得不到，那我们干嘛去住啊？所以要放聪明一点，不要住相，当不要住相，烦恼就消失了。所以这一章首楞严就是我们要研究楞严经的纲要，就是法要，很重要的法。我们大概从五蕴六入十二处十八界根七大，一个一个详细的来解说。在经的本文里面，释迦牟尼佛很详细的解说它的内容。楞严经的全名叫做大佛顶如来密因修正了一诸菩萨万行首楞严经，有这么多文字，我们中国人有简略的习性，不讲那么多，只讲楞严经就好，最后记得就好，就知道整本的意思都会跑出来。我们从经的名称来了解里面大致的内容。前面有写信、愿、行、正，大佛顶如来密因，我们就是要信，信就写在这地方。修正了意，就需要愿，有愿力的话，我们做法才能呈现功效。诸菩萨万行属于行，就是要去做，一定要做，凡尘的事业要做才会成功，何况我们这个是圣事，要成佛的更是要做。首楞严经就是要我们证，所以信愿行证都已经包含在经的名称里面。大佛顶如来密因，一定要相信我们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，这是属于信的部分。修正了意，要修正了意就一定要有愿，愿大力量大，愿小力量就小。愿很大的话，诸天仙佛打帮助到，所以愿很重要。我们要有愿，在凡尘也是一样，凡尘是有愿就容易成功，若你没有愿，成功的几率就会减少很多。诸菩萨万行，这要行，不是空口说白话，要去做。首楞严经就是证，所以我们从经的名称来了解。再来旁边有礼教行果，这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。大佛顶如来密因属于礼，修正了义属于教，释迦牟尼佛教化我们娑婆世界的众生，就是要修正了义。诸菩萨万行是属于行，就是要做，前后两个做的部分都一定要，就是在生活之中我们就是要做，做才会成功。有时候我们万缘放下，一念不生，什么都不做，那个就叫努力在做，知道吗？
那我们很努力在做，做东做西，那个叫生灭，很奥妙哦。很努力拼命在做，却错了。但是点点都不做，这样却对了，很正确了。有来讲正玄观那位前贤，他很一直都很努力在做，但都有法执在。后来他就改变方法，想我这一生已经没希望成佛了，我就种种佛音，来生再说，就把什么都不要，什么都放下了。结果它的功效就呈现，那就是把法执去掉了。我们法执最难去掉，释迦牟尼佛讲他修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大概修了500世，可是竟然没有一位佛来给他受记，修了正确，但为什么没有？就是因为他心中有所住，住在最殊胜的无上正等正觉法，就是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以前我们都用养宠物猫来做比喻，你很爱猫的话，你要轻轻地抚摸，猫才会蹲在你的身边，你若是把猫抓抱得紧紧，猫就跑了。懂意思吗？我们抱得很紧，叫法执。那你轻轻地抚摸，就是放下。放下才会成功。你抱得很紧，法执还在，永远都差一点，百尺竿头，缺少更进一步。各位前贤，百尺竿头更进一步是什么？百尺竿头还有依赖哦，你更进一步全部都空了，依赖都没了，会摔死哦。所以都不敢放，不敢放就不会成就。所以放下了，所有的有形有相全部都不见了，无形无相整个呈现，就是刹那见全身，毗卢遮那整个都出来，成就了。首楞严经就是果，理教行果的果，佛性本体的定已经生效了，已经有效果出来了。接着我们再从经的名称含义来加以了解。大称赞之词，依大教，解大理，起大行，证大果。有没有全部都是大？有，都是大，非常殊胜。所有的修持方法都不会超越首楞严。大等于摩诃，净虚空变法界就是称为大，称为摩诃。佛顶，佛就是表显之意，32相之首，大佛顶，无见顶相，佛的头顶没办法见到，不属于有，也不属于无，有无双离，而能放光化佛，表以佛顶者，亦未非全见，全等于方便，见等于有55个位阶之教，令受持者最需看重，就是大佛顶，无见顶相。之前后学要各位都抄下来，若魔所见，即是真实的见于如来。若有所见，即是邪见，因为魔所见，就没有能见，没有能见，没有所见，能所双泯，泯灭了，没有能所，没有能所，就变成一体，一体就是整个佛性全体呈现。了解吗？没有能所，就是整个佛性全体都呈现了。所以我们在一念无明生三系的时候，有讲业相、转相跟现相。那我们起心动念已经造了业，有业相，而我们转本有的智光要见那个业所呈现的业相，可是业相没有形相，但我们一定要看，就结暗为色，
而现起四大之相。这些都不是很深，只要用一点心，一知就永远都知，就不会不见。能所双泯了，没有能所就是已经成就。台湾佛学博士跟达赖喇嘛在纽约对谈，那个比较能够让我们了解能所的内容。全世界有50几个国家实况转播，是很大的盛事，两位在世界都很有名，一个是佛学博士，一个是正义的化身，所以各国都很有兴趣。我们佛学博士一直在发表理论，而达赖喇嘛就举手要问问题，台湾佛学博士就请达赖喇嘛说。达赖喇嘛问，我可以问问题吗？台湾佛学博士说，等到我讲完了，你再问。然后达赖喇嘛第二次又举手，台湾佛学博士又请达赖喇嘛说。达赖喇嘛说，问题是你讲完了，我都不知道要问什么，因为那个时间在早期，还没有现在这么发达。现在一个家庭里面可以有好几部电视机，以前要看电视大概都要到电器行看。在电器行旁边看电视的一些人就讲，达赖喇嘛怎么那么没记性，才一点点时间就忘了，是不是达赖喇嘛记性不好？不是，不是的，那个叫行家一出手，便知有没有。等到我讲完了，有能讲的我相，有所讲的法相，就有能所。有能所就是生灭，有生灭就是变化无常，那个我们不追求。所以第一个能所就呈现出来。第二个，你讲完了，我都不知道要问什么，那个就是说没有三心，刚才要问已经过去了，过去心不可得，未来心不可有，现在心不可有，三心没有。到这地方也就没有下文了，达赖喇嘛就没有再讲话。而我们台湾佛学博士把他要讲的那些理论讲完，可是听的人已经提不起劲。所以从他们的对谈之中，就把最高的佛法都呈现出来。不要有能所，有能所是生灭，不要有三心，是不是已经都呈现最高的佛法？不过假如我们不讲解的话，各位看到那个形象会怎么想？一定不会知道是这个意思。不容易，所以我们能所双泯，在日常生活之中，我们时常都有，像我们吃饭，有没有能所？有，没有，吃饭没有能所呢？能吃的我所吃的饭，没有能所那。有啦，可是我们心里面有没有？心里面没有能所，可是现象之中有，现象之中我能吃，我所吃是有能所。可是当我们在吃，我们并没有去管能吃的我所吃的饭，所以能所已经双泯，都泯灭了。是不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就有了？是。我们看很多都是这样哦，我们会扫地吗？会，有没有能所？有，我们在扫的时候，有没有，我会扫地，而我正在扫地。要了解不是很困难的，这一些要能所双泯原来是很简单，都在我们日常生活之中就可以呈现。差别就在心里。
所以我们研究性理心法重要就是这样，我们要了解它的变化情形。有能所跟没有能所差别很大。没有能所是一体，有能所是对待，对待就有生灭。如来佛有十个名号，如来为第一号，佛佛道同，所有的佛道都是相同，后佛如先佛之再来，比较后满成佛的，好像比较早成佛的再来，故曰如来。依本经如实教义，如为道之体，是本来心。来为感应，和众生结缘，如来是为正果之人，正果以后就称为如来。密因，正果之秘密原因，表示非显明之事相，不是说看得很清楚，就是秘密的，即是修成佛果所依之因，依此密因才能正果，按照这个因才可以正果。而此密因就在众生身上所具之根性，众生日用而不知，既然不知，就无法应用，非失四失，本来没有失掉，但好像已经失掉了，迷而不觉，迷昧不觉的，十方如来依此密因而修，正佛果，密因，秘密的原因，也就是我们万缘放下一念不生所呈现的那个知觉性，各位有没有抓到呢？后学再问都很不敢肯定的回答，都这样想，哎，我这样不知道对还是不对，哎，回答小声一点，要肯定吗？彻底无疑才可以。修正了意，依密因所起之修正了意，就是究竟已经到达目标了，决定意直达佛的，是决定意已经到达佛的。诸菩萨万行，诸是许多之意，菩萨是菩提萨埵之略，菩提是觉，萨埵是有情，有情时的众生，我们都是有认识，然后有情已经领悟，称为菩萨，正果位之前的名号，大致的内涵是已经领悟我空、法空、智悲双运，运智以自立，运悲以度化众生，凡尘之众生皆具如来智慧佛性，不知而落凡尘造业受苦。菩萨万行即是度化众生归入佛道，注重于实践，万行就是要实际去做。首楞严大定之总名，首楞严就是大定之总名，含奢摩他、三摩地、禅那、妙奢摩、妙三摩地、妙禅那，就是首楞严。三种别名而成大定全体，不同于功夫引起之定，凡人在打坐那个功夫引起来的定很快破坏，但这个佛性本体的定不容易破坏，而自性本具之定，首楞严译成中文教，一切事究竟坚固。今未能全之文，全就是解说，能够解说的文章，所全之法，所解说出来的法，上契诸佛所说之理，下契众生可度之机，具观、摄、常、法四义，观等于贯穿所应之意，令不散失。摄等于摄受所应度之机，摄受众生，令得解脱。常等于万古不能一其说，再怎么久都不能改变他的说法。法等于十方所应尊其轨，要按照它的轨道。以上是经的名称解说，光经的含义就很丰富。接着翻过来，此经葬于龙宫，天上的龙住的地方，因龙胜菩萨到龙宫说法，
见龙藏中有此一经，批阅之下叹未稀有，特默诵而出。所以以往修道人很厉害，看过就暗念记下来，以利言服众生及我们南赡部洲的众生，入城国家亦视为稀有之法宝，藏诸国库，尽传诸国，不可以拿到国外，都放在印度。此经未来圣明先至，因有范僧见智者大师，天台宗创造者，在隋开皇年代，西元592年左右，和四祖同年代，法融禅师亦在那个年代。法融禅师有个寄语，恰恰用心时，恰恰无心用，无心恰恰用，当用恰恰无，恰恰用心时等于刚好我们要用心的时候。恰恰无心用，无心就是没有生灭心，没有生灭心就是真心，所以无心的时候，那个时候来用最恰当。当用恰恰无用的时候都无心，提倡止观法门，止等于停止妄念杂念，观等于关照我们佛性本体。止观法门现在也很多社会人士都在修止观法门，与彼国楞严经一指相符。由是智者大师向西拜求一十八年，今未得见。天竺沙门班拉密帝致意此方，他立志要利益我们娑婆世界中国，初次逆经东来，把经藏起来要带到中国，被守边官吏查获，不许出国。班拉密帝弘法之愿越坚，精进越利，乃用极细白毡书写此经，剖薄手臂潜藏，藏在肉里面，待窗口平复再请出国，官吏搜查不着，乃得航海而来。于唐神龙元年，武则天年代，六祖慧能祖师晚年，离智者大师已经一百年。神龙元年西元七百年，六祖七百一十四年归空，到达广州。这时候首楞严经到达广州，是宰相房荣、房玄龄后代，则在广州之南泉寺请于智止寺剖薄出经，结果白毡结成一团，苦思不出解决方法。此时房荣女儿告知父亲，用女人喂婴儿之奶水浸泡就可解开，所以小孩子的头脑很灵光，已经被血液凝结成一块，他就说用喂婴儿的奶水浸泡就可解开。班拉密帝一程速回本国，以解边吏之难。因国王罪责守边官吏，故速回，愿以自身承当其罪，非常有担当，不逃避。班拉密帝其貌尽传法，不惜生命，正所谓重法轻身，非常重圣佛法，看清自己的身体，为法忘躯，我国众生均沾法师利益。班拉密帝虽功成身退，我们不可忘其精神而泯其名。研读此经的同时，致上最虔诚的敬意，让我们能深入法性藏海。而佛教将它归入密教部，佛教有二大教法，一是显教，一是密教。显教是明显而教，讲清楚说明白，密教是秘密而教，不能问原因，所以没有为什么的问题，你再问为什么，就把你踢开，不能再修密教。此种教法不适用在文明地区，适合在淳朴单纯的地方，像中国西藏。此楞严经在一百册的大藏经中排在第十九，密教部第二，
105页。使显教的弟子接近的机会减少，增加他的神秘色彩。当机的阿难，在此经特地示现下等众生的知见引导，认为自己很笨的人，所以在看经的时候将自己看成是阿难，一定可以进入真理领域。以上是经前的一些让我们了解的，底下就开始经文的本文，从序分开始。经文：如是我闻，一时佛在室罗伐城之环经舍。如是我闻的由来，是释迦牟尼佛在进入涅槃前，阿难是侧嚎哭，这个时候阿那律劝阿难止住悲伤，趁师父未圆寂，有四件事你可以请师指点出来给我们遵循。第一件事，师父死后应以为为师。第二件事，应以何为主。第三件事，应以何为法。第四件事，以后集结经典，起头应用什么文字。释迦牟尼佛回答：第一问，应以波罗提目意为师，译成中文为戒律。第二问，应以四念为助，也就是修持方法，下手修的四念和成就的四念不同内容。下手修重在破除我相，而我相生根蒂固，破除不易，所以凡俗就以此四念为传播重点。四念是：观身不净，观受是苦，观心无常，观法无我。尤其第一个，观身不净，功夫做深入的话，我相就容易破除。以36物做观，我们的身体有36物，外相12法，头发、毛、体毛、齿、牙齿、爪、指甲、吃、眼屎膏、泪、眼屎、唾、口水还在口中、咸、口水流出、屎、尿、垢、汗。生气12皮、肤、血、肉、筋、脉、骨、髓、房、膏、脑、膜，每样我们都不会喜欢。内含12肝、胆、肠、胃、肾、心、肺、身脏、手脏、赤痰、白痰，全部都是我们身体里面的东西，所以印度是以这36物来观身不净。我们若一直观，光看这些哪一样是干净，我们爱哪一样，各位前贤我们喜欢哪一个？肝胆肠胃脾肾心肺，没有一个喜欢的，所以观身不净，这都不干不净。由这36物集合成一个身体，非常不净，常观就不会迷恋身体。破除我相之后，就要以上乘的四念修持。第一念，观身性相，犹如虚空。第二念，观受不在内外，不住中间。第三念，观心但有名字，名字姓离。第四念，观法不得善法，不得不善法。以上四念全部都进入最上乘的领域。此大乘四念住是成就的法门。第三问，是问如有变心的弟子，要如何处理？佛答以默病，表示弃于佛门之外，没有成佛的机会。第四问，经典的起头用，如是我闻，所以经典的开头是这四个字，表示是释迦牟尼佛说的。因为印度的外道很兴盛，经典亦很多，起头用阿优两个字
流传至中国数量就不多。假如有看到起头两字是阿优，那表示印度的外道，印度的外道比释迦牟尼佛还要兴盛，信徒还要多。如是我闻，是启发我们信心。字面上的意思是，如是这个法，是我阿难亲从佛闻，由佛传授而我领受，启发信心。而信为道源功德母，常养一切诸善根，诸佛因地皆由信生解，依解起行，因行得正，无上道果，故信非常重要。信根既具，一切功德由是而生，故称功德母。一切善法亦由信而得增长。我闻，我是阿难随顺世间称名，我闻是从耳根发耳时，闻佛身教，由耳达心，故能记忆。佛以一切众生都认为肉耳能闻，故不曰耳闻，而教称我闻，有深意在，由根中不生不灭之闻性，从根闻法，肉耳无闻法功能，故不曰耳闻，而称我闻。而所有佛经之起头全观上，如是我闻，且四字是佛所指定，涅槃后集结时尊佛只是以起信，启发我们的信心。文字表面的意思是如是，而此四个字竟然含着信理和修持方法，要深入了解分析才会知道。如等于这个字的学问最大，含义最多，用上心能体会，可以从众生领域到达佛世界的所有一切都在这个如字之中。老子所讲的道，孔子所说的中，都有相通的内容在，是形容道之本体及它所发挥之功能作用。本体如如不动，遍满虚空，充塞法界，湛然凝然，妙真如性，此本体最不容易知道，而所知道的是它呈现的功能作用，认识的亦是这些感而遂通的现象。没有深入研究，会以为它是本体，而走错修持方向，所以绝对不要把功能作用认为是本体。功能作用就是功能作用，所谓的差之毫厘，谬之千里，修了非常久的时间，全没有功效呈现，心境上一点提升也没有，全注重在现象上，相喜一喜，相忧一忧，形相让我们喜欢，我们就很喜欢，让我们讨厌，我们就很讨厌，讨不到一个自在。现象是佛性的功能作用，非本体，这一定要牢牢记住，它是生灭不停，变化无常，与此相上努力修道，是了了自己的业障，度化众生，是和众生结各善缘，成不了佛，成不了道。所以认识道之本体非常重要，就是我们平常所说的明心见性，一定一定要在心性上做功夫，十方诸佛皆在心性上修成，没有一位是从是相上修成的。上天大开普渡时间已经超过80年，求道、得道、修道、达道者已不计其数，为时间不等人，此良机良辰须把握，将此殊胜之道发扬光大。是一切事究竟坚固，无非之意。我真我，非色身之我，真我常住不迁，不生不灭，不增不减，不聚不散，不垢不净。色身之我，众缘聚会，短暂呈现，
很快消失不见。文未领悟时，利用文性反文自性，回光返照，将外放的精神收回来。所谓的回头是岸，精神一回头，就爬上兴分，清净彼岸。一时通前后际，前之我是将空间打破，此之时是将时间打破，没有空间和时间的束缚，自由自在，就是佛性本体真理状态。时是古今不离当下，时是等于就是过去式、现在式、未来式三式，三式一个有三式，加起来共九式，再加现前一念，共十式。因真如本寂如如不动，而现在便牵不住，说现在已过一秒了，已不住故。昔日之过去，即后日之未来，昔日之未来，即今日之现在，昔日之现在，即今日之过去，后日之过去，即今日之现在，后日之现在，即今日之未来，后日之未来，即昔日之过去，如是过去，复有过去，未来犹有未来，三世无穷，皆因现在之有所有，牵留不住而成三世。我们落入有、能、所有、所，就是所谓的三心，过去心、现在心、未来心，有三心就具备四相，我相、人相、众生相、受者相，有三心四相就被三世摄受而进入六道轮回，轮转不停，欲出离，要研究真理，明心见性。一时，在字面上的意思是讲此经的时间，是时，佛63岁，比讲《金刚经》约早五年，大略如此。剩下约30分提问问题。问陈蒙刘讲师解答，后学感激不尽。这句禅记也麻烦刘讲师解答，上天地下唯我独尊。答，这是在讲道的本体。唯我这个我就是道，唯道独尊。上天下地唯道独尊，不是在讲哪一个人独尊，而是在讲道，我就是道。问，见山是山，道见山不是山，又道见山是山，这句禅记也麻烦刘讲师解答。答，开始我们见山是山，见水是水，是住相。像现在我们大家身边有钱都到国外旅游，这时候见山是山，见水是水，这都是住相的时候。第二阶段，见山不是山，见水不是水，这已经在修，知道所有的万象万事都是缘聚则生，缘散就灭，所以山不固定是山，水也不固定是水，沧海桑田变化无常，所以这是第二阶段。第三阶段是修道功夫很好的阶段，功夫很好这的阶段，这时候万象皆都是性，万事都是理，所以这时候见山还是山，见水还是水。可是这第三阶段跟第一个阶段差别很大，第三阶段完全都已经进入一真法界，一真法界是真如，真如是佛性本体，只是名称不同，但是是相通的，所阐释的内容角度不同，它都是我们的佛性本体。所以当到第三个阶段，全部整个山河大地都是佛性本体，是不是已经看到什么是什么，可是都不住相了，好像吃饭没有能所了。问，
针对关于弥勒祖师跟释迦牟尼佛在佛经里面讲的这一段。答：谢谢你，那首歌里面有提到，深信我们人生可以留下累劫累世的记忆，这就已经有吐露时间是一直绵延不绝，没有停止的时候，没有开始也没有结束。所有的现象都是我们在凡尘才有呈现这个现象。每一个人所看到的现象也都不会一样，每一个修持者所经历的也都不会一样，而写下来的有一些只是让我们去遵循，有一些是让我们警惕，有一些是要我们思索它内在的含义，所以都不用非常的计较它怎么样是真，怎么样是假，怎么样是对，怎么样是错，那都不必要，都是多余的。我们最重要就是了解，我们这一生这一世显现在凡尘，活佛老师要我们学会圆满生命里面的缘起缘灭，所以谢谢你这首歌真的是非常好，也点出，原来造化之中，我们都是一体，就是一真法界。在一真法界里面没有能所，全部都一真一切真，一如一切如，真如。所以凡尘的所有真执，善者不变，变者不善，知者不言，言者不知，所以信言不美，美言不信，都把比较重要点出来，让我们能够从这一些去学到一些处事的原则，应该要怎么样来处理凡尘事。问：我们讲一会有10800年，一个圆会是129600年，可是我们以前读历史史的时候有讲山顶洞人距离现在大概有600000年，现在科学家讲地球的寿命有几亿，在整个论理的角度来讲，怎么讲才合乎这个论理？如果是以这样时间来讲，一个圆会从生天生地，地球就没有了，怎么地球之间会有这么长的时间，山顶洞人会有这么长的时间？这样在理来讲，这个理要怎么来讲才能够比较圆满？答：宇宙之宽广不是我们头脑可以想象，星球的形成、星球的毁灭也不是我们所把它规范的固定化，它也都是变化无常。这个是以我们比较熟悉的角度来阐释，一个圆会有129600年，这是一个概略，它不是固定，法无定法，不是一定的。我们现在居住的太阳系，我们在地球，我们说这个是娑婆世界，这也是一个现在呈现的现象，往后它有整个混沌的时候，所以才会沧海桑田，它会变化，像九寨沟以前不是说在海底，怎么现在在高山，那都是变化。我们了解，所有的凡尘一切都是变化无定，不一定，而我们是概略说，熟悉的角度来讲129600年，大致上有一半没有生物，有一半有生物，就是各60000年，60000年有生物，60000年有生物，这是概略。我们佛性不会生也不会灭，所有的变化等于都在我们的知觉性里面，可是我们没有能所，没有我能知，没有我所知，就魔所不知了。魔所不知以后，我们会用什么样的形式在呈现凡尘，在呈现出现象，那又不可思议。
所以我们才一直在讲，我们不着有，我们也不着空，不着亦有亦空，也不着非有非空，请问怎么样回答？就是不可思议，不能用我们人的头脑来思，用嘴巴来论议，这一些都超越我们要去研究的范围。各位前贤，我们现在最重要的是什么？就是生死。我们现在最重要的就是生死，那我们对生死有没有把握？有办法说，我死掉以后，身体是天地的物质，我还给天地了，而我的真如，我的佛性，我的本体都已经可主宰，可以听自己的指挥，有没有到这个程度呢？没有，还没有，那要不要努力？要，就是一个努力的方向，凡尘都是假的，不要投入计较，不要投入时间去追求名利，我们要投入时间把佛性本体培养得很活泼玲珑，很自由自在，这个才是正确。等到我们一口气不来，身体就还给天地水火风土，然后我们不是自由自在了吗？要现象也可以，你在发个愿成现再来救度众生，那个可以自己主宰，不是被业力推。而我们现在都是被业力推，所以生活之中我们的心都是鸡肠鸟肚，很狭隘，现在就是心地要很宽广，然后跟整个大摩诃宇宙虚空融成一体，就是要这样。这样的话，我们可以回归到本位，就是本际，等到十亿年以后我们再来出生，了解意思吗？有修啦，有修你就可以主宰，我十亿年再来。那我们现在可以吗？造了业就被业推，一推了不来不行，当一现相以后，我们又很计较，不如意埋不埋怨，所以我们都被现相主宰，没有办法去主宰现相，所以我们就要改变，我们能够主宰自己不生不灭佛性本体，可以自己主宰，自由自在，这个才是重要，努力的重点。所有现象，所有事情都是过眼云烟，转眼就过了，不要去计较，不要在意，被人家占便宜也高兴，所以观恶言是功德，会不会？当被人家骂的时候，会不会高兴？高兴不起来哦，要学，越骂，我一些罪业都被你骂光了，这样我都清了，可是我们都马上对立，马上骂回去，谁怕谁呢？都不肯输人家。这样是谁输？自己，都是我们输掉了，我们输掉整个人生，转眼间很快一生就过了，所以后学在想那时候休息50天，假如一口气不来，吸不进来会怎样？走了，所以后学才讲我们楞严经准备讲1年，一年以后还在的话，我们就讲维摩诘经，这样就还有4年了，六祖坛经1年，道德经1年，楞严经1年，然后维摩诘经再1年，后学就可以活4年了。相信这么久的时间，明心见性了没？没信心呐。后学都有信心可以把大家叫到会了，大家都没信心要学呢。很容易的，会吃饭吗？会，
会吃饭就会明心见性，绝对可以的，没有问题，只要给自己有信心，就绝对可以完成。问：怎么样才能知道这个人已证悟本性？我们要怎么样才能证悟呢？就是说我们这样做也是对的。答：要怎么样知道自己做是对的？就要从真理的角度来回光返照自己的思想。假如我们万缘放下，里面还有很多念头，这样有没有放下？这样没有放下，这个时候就还没到达我们佛性本体。当你万缘放下，一念不生，什么也都没有了，什么都没有时，就剩下一个觉，就是有一个觉，那个觉在，那个就是不生不灭，那个就是我们的佛性本体。而我们要把那个觉加强，要让它茁壮长大，让它跟整个虚空融成一体，是不是要时间？是，嗯，开始就是要用一点智慧，我们有一点点念头，有一点点想法，有一点点住香，那都不是佛性本体，所以重点要在万缘放下，一定要放下再放下，我什么都没有了，都没有了，这样才对。假如若有，我有感觉怎样，那都还未到，还没到万缘放下的程度。不能有，我有感觉，我听到什么，都不可以哦，那个都要放下，那个都叫缘。我们若有感觉，也叫缘。我们若有看到什么，也叫缘。那个缘，万缘都要放下，全部都放下，放下，一直放到放不下的那个觉性，就是我们的佛性本体，那已经无心了。恰恰用心时，恰恰无心用，无心恰恰用，当用恰恰无，记起来。问：后学有万缘放下的时候，有些无形众生，后学想说，如果是这样子的话，是不是有一些我们应该要去回向给他？答：那你就不要做万缘放下了，你不要沾了一个万缘放下的名，然后去跟那些无形打交道。万缘放下就是万缘放下，没有借口，你有借口都给自己走后退的道路，越走越退步，不可以有借口。做万缘放下就是万缘放下，不能无形来干扰了，然后就跟无形的打交道，你让我做啦，让我做万缘放下，卡慢我若成佛才度你成佛。台语。问：我们讲法身、报身、应身，那以我们现在人在讲的话，是用什么来形容比较好？刘讲师答：我们有法身、有应身、有报身。法身，佛性本体叫法身，以法为身，非常宽广，整个虚空都是我们的法身，所以法身充塞整个宇宙虚空。化身，就是我们变化而来的身，我们要了解那个变化而来，我们用体会啦。有时候心地很好，很想帮助人家，有时候心情不好，会危害到人家，有没有变化？有，那个变化出来的身，我们可以去体会，所以有时候很喜欢去帮助人，可是有时候都没有动力，想帮助人都没有力道。是不是变化的身？那个化身，变化的身。所以有时候牵老弱妇孺过马路会很高兴，那个也都是变化的身，化身。
果报身，我们现在的身体就是啦，我们现在的身体就是果报身。以前所造的业，现在整个都呈现，呈现出来以后，我们要去接受很多的事情，对不对？要去接受哪？你去接受是不是果报？接受那个果报？所以后学都讲，我们现在这个时候接受果报身，要培养欢喜心，甘愿受。这样就不会延续后面再来的果报身在后面等我们。再问，现在已经成就果位的那一些叫什么身？刘讲师答：已经回去的。我们要了解到，假如已经修正，已经证悟自己佛性本体，那个回归本位才是我们真正追求的。现在各位前贤，我们在道场很努力度化众生，可是他在世的时候并没有研究性理心法，没有明心见性，但现在已经归天了，现在这个要怎么样来称呼他？这个也就是在化身、变化身的中间。因为上天还要顾忌到在凡尘跟他生活在一起的人，这些人需要动力再努力去修道，所以要给这个还没有到究竟，但已经归空那个化身，一个名分，一个果位，让跟他在凡尘相处的人有一个动力，可以努力的再去做，才有力道。假如很努力的前贤已经归空了，可是出来结缘的时候两个字，亡灵，你会怎么样？火花去哇，台语，收一收回家，不用办了，不用修啦，对不对？整个动力都消失了。所以上天慈悲会循循善诱，他已经很努力，可是都在世根香，在世根香修不成回归本位。那不回归本位，中间过程要怎么办？就是一个化身，化身变化来度化他周遭认识的这一些人，给他们有修持的动力，有活力继续修。这样了解吗？了解，就是这样。